兄弟们，现在华强北的手机行情呢，只能用三个字来形容，叫什么呢？叫 daddy 吃花椒，什么呢？爹麻了。然后今天呢，想要带大家看一下，拿一台十四 Pro 128G 的港版，需要多少 money？ 点那个十四 Pro 128港版的，啊，这个 ，OK， 看一下啊，紫色的十四 Pro 128港版的，港版跟那个国行。除了新机呢，它有一点差价啊，有几百块钱，两三百块钱的差价。二手呢，价格相对持平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都是双卡双待。唯一的价格区别呢，就在于一个外观，一个就是电池效率。这个电池87啊，把这个全天显示屏，哎，给它关掉，看一下屏幕，完美啊，没有磕碰，没有划痕。再看一下边框，边框 OLED， 看一下电池。电池效率87，像这种老款型号啊，兄弟们，普遍电池呢都在85以上到90。如果你碰到那种100的，像13、14系列，98%的呢就是改电池的，换电芯的。有没有真啊姐？我吹一下看漏不漏气。客户要求的是原装不漏气啊，漏气的咱们就不能要。不漏啊，能下水，搓澡都没问题。多少钱啊姐？4000块啊，能不能少一点呢？最少这个价。最少啊，嗯、少个10块。少不了。20呢？70多这个价。哦、转了，4000大洋啊，兄弟们拿下十四 Pro 港版双卡的128G 亮机，纯原装不漏气。了解更多华强北行情，关注小杨，没毛病。